งิ้วกวางตุ้งส้มเจียงโกรธข้ายานโปซี่屌你老母呃老子是广府省城河南的大少爷廖威廉。梁山伯最香艳紧张泼辣的一段血案。梁山第一条好汉性格的表现。大闹乌龙院，捣乱济州城。明示肝肠，烈士胆，杀人手段济人心。小生马郎玩，汤麦时，花名叫做一碌七头。小生行年十七，乃是香港、新界、沙田、大围、海伦梁书馆、利间、博博斋的门生。恶霸、贪官、民风胆落，劳苦大众，听见精神，向恶势力展开轰烈斗争，替被压迫者鸣不平，说此复仇。运城沦落，老父病死，弱女呼唤，卖身葬父，宋江义气，解囊相助，勾结梁山，谋劫奸官，丫鬟告密，宋江守备，婆媳误会，醋海生波，登徒离间，孝女思春。秘密泄露，要挟离婚，愤恨交集，杀妻亡命，官兵追捕，难脱重围，仿盖营救，大闹济州，逼上梁山，替天行道。广府大戏舞台是由新马仔呢兜冚家产做及时雨宋江，红线女条臭系做姣婆贤婆式嘅。影画戏飞捻咗新马仔，搵原装正版老马配沟翻家机老婆。拉下听捻翻中华民国四十一年金星唱片第四期，揾广府大戏舞台上原本做奸角小白面张三郎的梁醒波改做主角宋江，配捻埋又姣又风骚的谭玉珍调八婆做演播师。何以输下又不得见啊？
我倍加汗牙旺，喂喂喂，是否你收埋？你快些言真相，咪问咩？等我同你梳啊！嚟啦！我下气低呀，阿星，不强作温呀，又手段，就话要用金呀。我这里计呀，阿婆，喂，痛个啵？有啊，与你变好啊，信。如叫你细话留啊眉，下我嗰个夫人啊。俾你捉盲啊！系啊，我望你望，生啊震啊打，勾就打过嚟。此后我香闺啊，长那半要表我。哎，叫阿望你逼翻书啊！有条件啊！哦，总之你要我点样呢，我就点样。系啊，系嘛、啊？系、啊。好啦，你想得回先进啦，我又向你表白心肠啊！啊
我的愿送八家人，八家娘，佢对一百两银，老奴都自不稀罕啊！哦，你甘心从差？喂喂喂！我怕你会祸及本姑娘噶。老实讲啦，我得到封贼书啊，你生死都在奴掌上啊！细声啲啦，而家想攞翻咩？系咯咯，俾翻我呢想。你要答应我嘅条件啊！有咩嘢条件啊？唔系就冇商量。哦，系咯咯。你快啲讲，你快啲讲啦！我做得到时就冇话推搪，你有乜嘢要求，不妨言直讲，言直讲。你听住啦嘛，我要三年金，天怒气喷上。哦，要三千银啫嘛，好啦，仲有咩添啊？我仲要留房一孖座，哦，喜怒雅同窗。得得得得得，买间屋有乜问题咧？仲有咩添嘛？我有啊，一家欢，你冇缘所讲啊嘛？咦，大陆母都唔出得声噶？梗系啦。哎呀！嗱，你应唔应允，亦系好平常，肯唔肯好闲嘅啫。一个，哎，咁你即系摆明话勾看噶嘛？都算细风。若果令我太过难堪，咩点啊？就话无情讲噶啦，唔好咁怪色啲。喂，唔系我威你噶嘛？Oh,